啊，我自己就是因为其实我有一个优点也是缺点，就是我非常严重的自然卷。然后因为自然卷的话，就是我想夹直的话，只要一潮湿的话就会卷回卷回来，来。然后或者是很毛躁，所以我常常这样子在外面披头散发的话，从后面看就会很像海蛤或是泡面，就海小。哥，对，我真的是海被一哥，个约为什会么不的男说生，妙丽呢？就他们真的说是像海蛤，就觉得很不好看，反正很毛躁。之后我的方法就是把它绑起来。那因为最近很多精品流行那种 logo 的发饰，很可爱。之后我就看到很多欧美的 model，他们会绑鱼骨边，然后把很多头发的发饰都夹起来，所以我就自己上网学了鱼骨边的绑法。然后我今天可以教大家，因为其实我不是很厉害的人，可是我的鱼骨我还边的说你原，今天 Q 的好漂对亮哦，就是很毛，所以我必须要用点发油柔顺它。然后这个是顺发梳，因为我头发真的很容易打结，所以我就会这样梳它一下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是吹刘海的。刘海的直发好复梳，古，这是我妈妈那个年代，这个很好用哎，这个就是我自己从小到大必备，是因为我会有一点半瓶山的感觉，所以我早上的时候一定会把它喷水，然后把它造一个，它有一个自然的卷度，所以我这个是必备的东西。再来就是很多我从很多地方买回来的可爱的发饰，对，哇，就是要可以夹，然后有的时候可能。最近很流行这种 ending 这结尾的是，时候，就不一定会用到，但我我今天都带今天来，过很新的紧解张。说的是什么？对，就是大概就是这些东西。那我现在先来示范给大家看，就是我的鱼骨边有一个原则，是我会先在手上抹一点油，这样等一下才会顺它。先这样，然后把我的头发梳开，不然它会打结。一边梳的时候，一边抹。边梳边抹油。对，边抹油。然后我的鱼骨边油的原则是 A B C D，就是因为它就是分发数，从左到右的话是 A B C D 分四数，这样是 B 跟 C，然后从这边开始慢慢抓的话会有 A 出来，A 要到 C，然后再来从这边抓过来 D，从边边到 D。其实不会，你只要抓到 A B C D 的原则就很快，从 D 再到 B 中间这一竖，然后再来就开始很顺了。再来就是一直重复这个步骤，A，这边 A，然后抓一点点，不要太细，我会这边再分一点点出来，这样抓到 C。好了，我要开始。什么意思？从头到尾都是同样的次数吗？对，但我会从边边开始抓。老师，你可以帮我解释吗？救我！老师也在观察。A 跟 D 是外围，A 跟 D 是外围，B 跟 C 是中间。中间，然后他一直从外围一直拉头发进来。现在 A 到 C，一直拉头发进来，然后再来这边是 D，它就会慢慢有一个成型的感觉出来。我就会从边边抓它，而且因为我发现这种头就是自己看不到的时候绑乱乱的，好像毛毛的也没关系。对，其实它是比较像三股。哦，是吗？可是还是很厉害，对，还是很厉害啊。因为你看不到，对，我就是这样，然后训练手臂的掰掰袖。那鱼骨是真的，有时候我们绑都会卡住，对，会卡到。但他已经很厉害，他自己在后面没有镜子看不到，对啊，手还没有打结。对，因为我就是小时候，我就是从小学的时候，我有两个妹妹，就会帮她们绑头发，然后我就会自己去学。然后因为大学的时候，女生宿舍又会有一堆女生想要帮忙绑头发，我就会帮她们绑。然后就下面就是顺顺的把它 A B C D 绑完，A 到 C，再来 D，B 到 D，对，最外围到这一撮，这就交错，明白哦。然后这时候我就会有点拿到前面来，因为我手实在太酸，就会这样看长度够嘛，对，而且我手不够长，我就会这样绑它。其实它如果后脑勺那边有一点错乱了，也无所谓，因为反正你有头饰，可以这样把对加上去哈。对，而且看不太出来，因为我等下会把它拉松。那既然都有头饰，为什么不编三股编就好了？因为比较，我觉得这个比较有层次。我现在想挑战了，空姐在那边，因为我平常不是，我是真的在提问。我平常真的都绑这样，因为我觉得三股编好像会比较死的感觉。而且这个是立体的啦，对，它比较厚度。然后绑起来，简单的这样绑起来之后，我就会把它抓蓬，从这样抓一蓬，就不会。对，这样。那你都凭手的感觉哈，对，抓。我已经练了20年。对，头发上面刘海抓一下。7岁小女孩开始爱漂亮。然后边边就会搓一点像子，从边边上搓一点虚虚起来，浪漫呢。然后我就会夹像这种，现在很流行这种珍珠的，
真的、哦。然后就是随便夹，我自己觉得啦。这种这样夹在这，然后再来夹一个，可能是这种小珍珠的。空姐，空姐，你练几年？那个学姐教我们也是五分钟就会啦。但你每天，因为每天工作都要包，对，就熟能生巧。还要别啊？差不多，就是能编多少就夹的，差不多这样子。我虽然我弟看不到，但我差不多是这样子。哦。然后最后就是吹一下我的刘海。差不多，这样就结束了。哇！威利老师，好，威利老师，顺序非常的不凌乱，很好。哦、你好适合来学美发，真的吗？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帮大家绑头发，对，而且你看他在绑的时候，他哪一句哪一句他都没有打结，再来很多人其实绑三股辫都还是会乱乱，会错乱掉、嗯。可是他绑完还没拉，竟然是整齐，嗯，算还蛮厉害的。对，我就平常这样就一整天风吹日晒雨淋都不会觉得很毛。Ryan 老师，你认为呢？真的，我真的觉得太厉害，因为真的很多女客人会想说，老师，我们想要自己学三股，想要怎么样？约你喝咖啡，自己学三股，而且是只是在发尾，没有那种加编的，都可能要学个半年一年都学不好。可是。他虽然可以，人家就是想跟你在一起一年半年，没学，这真的手很巧，我觉得这有点天分。哦，对，你现在没有看那个耶，他就直接平常没有镜子，很厉害耶。看起来复杂，其实手法很简单。记住 A B C D 的口诀，你也可以轻松绑出可爱的鱼骨辫发型，再配上饰品，让人不多看一眼也很难。